生前与姐妹有多爱惜，如今看起来倒像是恩爱夫妻一般。海兰，你说话越发的任性。皇后一行如何的？这话你除了跟果农说，你可不能跟旁人提起啊。我穿的这身衣裳，凭着这些礼物，我心里想的只有我愿意想的。像这样，这些话你可千万别说。皇上好歹也给顾景远张个面子，一并封了贝勒也就罢了。你别忘了，这话出了一宫宫，可不能再说了。